值钱的东西。有一个小偷到梁宽禅师的茅庐偷东西，结果发现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。你远道而来，不该让你空手而回。这件衣服你带走吧。可怜的家伙呀，可惜我不能把这美丽的月亮也送给他。一般人只追求名利，其实天地之间你拥有的何其多，星月山水一花一草都因你而